我来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坐好，你坐好啊，就这样，很好很好，你跟我保持点距离啊，你们慢用啊。他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？不会啦，其实这样也很正常。你自己看哦，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也把你泼得一身湿。不过，我觉得遇到你之后，情况有变好。我现在走路不会跌倒，水也不会打翻，连玻璃门都不会撞到了。刚刚你还救了我，拜托，你真的是我的太阳。还太阳嘞，太浮夸了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擦一下。真的很抱歉。你看，你也开始被我传染衰运了。啊，我没有带包包，没有换洗衣物。可是如果衣服沾到咖啡，没有马上洗就完蛋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背包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交完账单咱们又多一张，太多代办事项没空档，还有多少痛点会在线上扰了我吧。咖啡饮食日常自然形式升华，精神擦下率擦敌人了吗？人生的大气还在路上，可我还没口料，你再试试这几套。维托，怎么感觉大家都在看我？因为你太美。太美？我吗？嗯，当然，就是。觉得有一点害羞，不过这个感觉还挺好的。穿着是塑造形象的重点，打扮得体可以帮你塑造第一印象，也可以让你更加自信。你很聪明，但少了一点自信。你要相信自己不会犯错，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带衰的人。你要不断告诉自己，
你是最棒的。来说一次。我是最棒的。自信点，再说一次。我是最棒的。再说一次。我是最棒的。以后不准再说自己是带水的人。好。TV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三季，守住爱情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